会丢吗？不会。没有，不是。你待会拿哪一颗我就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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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全明星四手机三位怪物新人破纪录，郭宏志没热身，人力一直全场看啥？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24号准时开战，第一集每分钟最高收视2.4，开出红盘。不要尖叫，我会骄傲。而第一项百米测试赛就有选手刷新大会纪录哦。预备，5:3开始。男子组第一组的第一名的 Zin 的成绩是11:24，哇，这是破了大会纪录，破了林俊伦的11:87的大会纪录，哎，测试赛才第一组，哎，没错，这个就破了大会纪录了，这是不是手打席就全垒打？对，我们就是大家安安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跑完就好了，对吧？说话，对，加油，预备。就是林玉书的14:80破纪录的成绩，林玉书破大会纪录，哎，14:80比黄慕炎的大会纪录还快了0.33秒。大家安安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跑完就好了。会丢吗？不会。没有。不是。你待会拿哪一颗我就。就是大概这样。没热身，我们讲这句话，就两只嘛，后腿要发力啊，一步就可以了。哇！70小曹的记录，你应该是轻松愉快就破了吧？那是应该是非常远的距离，他那个是算很有天分。对啊，我们刚才没有热身就大概6.5级。还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垒球直远的大会纪录呢？男子组的部分呢是由曹佑宁直出了70:22的成绩，而女子组是芝芝第一季的38:60的成绩，看看今天有没有办法破纪录啦！好期待最后一位选手。Nike 哈拉伊，39.6，破了芝芝第一季所创下的大会纪录，远了1.04米。原子少年夏普阳被称为本季怪物新人，在跳远项目打破学长曹佑宁的纪录，救护队可以欢呼喽！夏普阳奋勇冲！